专案是阿美与萌片，那很不幸没有做投影片就上场了，这样。好，这是我们目前做的第一版阿美与萌点，它的 base 是方敏英编的阿美语字典，这样子。那 AU 已经在很多 session 帮我们打过广告了，感谢 AU 这样。目前可以看到我们的Android 的版下载有665个人，然后总共有1024个人安装过。那我们安装过还反安装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一版有诸多的 bug， 可是因为我们 user 都非常 nice，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们抱怨这样子。好，那么，刚本来要推坑的，就有人坚持不上场，那 cue 一下我们拉宾，躲在后面啊。那对，就是一推出之后，就有人帮我们 po 到原住民社团去，于是呢。第一个需求，为什么没有 iOS？ 为什么没有 iOS？ 为什么没有 iOS？ AU 已经帮我们上架了，可是因为你的那个 metadata 里面提到 Android， 所以被拒绝了。我要提出送件。你提出去的那个 metadata 里面不能 Android 这个字。OK， 继续。这个再等七天。再等七天，好的。好，那上去了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就是其他族群的字典了，丘西亚雅族，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原住民委员会有推出了第一版原住民族的族群向上词典，那他们正在紧锣密鼓想要推出第二版，可是目前不知道为什么还卡在路上这样子，可能有点塞。这边可以看到刚刚求的那几个族，这上面通通都没有。对，那我们已经募集到了一位吴明义老师帮我们做说阿美语拼字，什么时间已经到了吗？一分钟，好，对，帮我们做拼字的校对等等的。那我们下一个专案有可能会是格马兰族的词典，这是台大的专案。OK， 所以我们求文字劳工，求校对，好，第一个已经 check 了，感谢 AU 好。然后第二个格马兰语词典会由那个马蒂增强跟我们其他的文字劳工一起负责处理。然后阿美语法语萌点正在进行中，阿美语词典让吴明义老师修正方敏英词典里面的拼字的那一版字典正在进行中。然后吴明义老师有一本超大本2000页的词典，不知道要给谁看的，那个我们正在洽谈中。然后还有一个蔡宗涵委员，请了很多人帮他编的词典，花了很多钱，也在洽谈中。好，感谢大家。